呢排食得粵菜比較多一啲，今次又換一換啦。行緊呢度，你明㗎啦，小北嘅同心路呢度附近咁樣食新疆菜。今日呢間餐廳係一位我哋新疆嘅粉絲推介俾我哋嘅，成咗好正啊，有當地嘅風味啊，點樣？嗰間嘢咧，其實相對嚟講嘅出品咧，唔算話太多嘅，但係據聞嗰幾款嘢已經足夠令到你食到有新疆嘅風味出嚟啦。我哋今日嘅目標咧係呢邊啦，沙蘭德西域美食，沙蘭德西域美食，你好。呢度因為鋪頭啲細細間，然之後我以為啊，係咪啲舊鋪老鋪咁樣樣？老細話唔係啊，我開咗幾個月㗎啫。我這個店才開三個月，你們本地人？嗯，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，把我的這個店推到大眾點評推到第一名上。我們這就是主打四種菜，已經足夠了。哪的羊啊，老闆真是。就是那个青海的。哦，那边的羊好吃哦。对，三个人吃多少？一斤？两斤？一斤。你看你们吃肉的量，青椒一斤。先上一斤。青椒一斤。你喜欢吃羊脖还是羊肋条？肋条。但脖子我好像真没怎么吃过，肋条我常吃。我这儿的羊脖已经成网红肉了，我给你一半肋条，一半羊脖，让你尝一尝。好呀，这些就够了，120，120，120。好，不够再加。要一份手抓饭，手抓饭，然后再要一个大盘鸡，好吧？够了。来了。哎，哇，这就是了。哎，好啊。刚。時間到，剛剛時間到。我第一次去新疆嘅時候，又係前後坐十幾個鐘頭飛機，落地之後三四點鐘，當地大佬話食啲嘢先，我哋再傾下一步嘅拍攝。第一餐就帶咗我食一個羊肉飯，當然同佢呢個係唔一樣嘅，佢嗰啲會有啲大嘅羊骨喺入邊啦，咁然之後會用羊肉嚟做。但係老細話：，呢個係我哋有少入鄉隨俗咁嘅做手啦，係做到更加適合南方人、廣東人嘅口味嘅東西，嗰種嘅糯黏。呢兩嘢，佢同我喺新疆食到嘅嗰啲嘅手抓飯係完全一致，佢係做得到嘅，係好一致嘅，就係嗰種嘅口感，聞味方面會輕好多。羊油嘛，還是什麼油？植物油。對。那新疆吃那個羊肉，他用羊油做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它裡面有羊油。也會有一點。新疆有，這兒我們不放。就不放了。這裡人吃不慣。個飯真係越食越香啊！聽到導演講咩啊？個飯越食越香啊！佢油嘅把控其實好緊要，佢唔可以俾你漏。即係你明唔明啊？佢俾得多嘅説話就會立，俾得少佢又唔得個香。呢一嚿咧係羊頸，我一路講緊，我以前食開嗰啲都唔係食頸位嘅喎，我都係食啲肋條位。老實話，你試下啦咁，肥瘦相間，肥先至係過癮嘅東西。好吃啊！呢個羊啊，呢個羊好吃啊。对，甜。你们在这里平常不是吃的这个手抓羊肉，80%-90%就是属于甘肃和宁夏，对，这边的煮法，嗯，他们煮出来那个肉，有他们那边的风格，放的调料，要比我们那边要多。我们新疆煮肉，就是山泉水，三个石头进一个锅。下面火一架，就一把咸盐，它是肉的原味鲜味，原汁原味。靠那个盐，对，去把那味道带出来。对，真的讲真，我个羊骚味是基于羊的品种，这个是真的。看羊食乜嘢导致佢冇骚味嘅啫。而呢一款嘅说话，其实基本上冇骚味，真系冇骚味，奶味，简单嘅烹饪就可以做到呢个效果，好食。葱麻鸡和原味鸡，还有那个叫北斩鸡，都是这个，就这个，广东的食材了，这就是，对，但是用你们那边的调味，对，我们那边制作，明白，哇，好多，今天要做这么多，这是半份大盘鸡啊，半份，一份要200，很大呀，这个也已经，我们家不讲这么多。鸡也好，卷麻鸡也好吃，锅油肉拌面也好吃，沙拉，对，我们就在南京开了10年了。哦，以前在那边开的，你们是？啊。我哋冇同老细 order 系咩程度嘅辣，所以做明白。希望啦，试试先。一开始啊，唔辣，呢个唔系微辣，系唔辣。
我會嗌佢而家驚緊係咪整蠱係咪強緊嗱嗱睇住唔飲水 ，OK？ 要就住我啲口味，冇刻意去俾太多嘅辣椒點樣，因為我都冇吩咐老細話微辣啦、中辣都冇講啦，總之你煮就係啦。呢個兼就唔好點放辣。但是你吃到那種風味咯，就是在於話，除了是辣以外，它有啲麻的口感啦，然之後有一些嘅香料的滋味啦，它會比我哋廣東呢邊可能食嗰啲雞咧，會嚟得嗰個味道啊、層次啊各種會複雜一啲啦。咁呢個佢係做得到嘅。我中意係咩咧？啲雞肉幾靚，你唔好以為哇，你咁樣嚟炒雞嘅説話唔會喎，食起身嗰啲雞質感啊、咬口啊都幾好嘅。依然都是呢條寶漢街，依然咧都有很多清真的美食館啊，嘅一啲嘅風味嘅鋪頭，又俾我哋揾到多一間。呢一間咧同之前我哋食過嘅都有啲唔同啦，即係新疆嘅老細啱啱做咗3個月，之餘3個月之內佢已經係因為一啲食過嘅人啦，將佢推送去到某啲榜嗰個比較好嘅位置。我會相信佢唔係靠營銷啦，咁細間鋪頭佢營乜鬼嘢銷啊？仲食落咗之後，真正嘅好處係在於。該原汁原味保留到嗰樣嘢好食嘅啲羊肉，佢做到十足。我哋喺鄉下點整就點整，但係有啲嘢你啲廣東人未必食得慣喎。我調整一下，係嘛？譬如嗰個手揸羊肉飯，但係又保持咗好味嗰種嘅油香啊、糯啊嗰種，所有嘢應該，所以呢啲咪叫抵佢威咯？呢啲叫做，因為佢真係有心機去做呢樣嘢啊嘛。同樣都係一間好好食嘅清真菜館，我應該又係會嚟多次嘅鋪頭嚟啦。再者，你記住姚大昌，打拳打全世界嘅人。